本期视频将为大家介绍针对远程办公与协作所需的音频通讯解决方案产品，两款飞利浦视频会议全向麦克风，它们分别为 PSE0500 和 PSE0400。两款产品的拾音距离分别为6米和5米。打开包装，产品外观为哑灰色，简约大气，尽显格调。使用上，这款产品支持蓝牙和 USB 两种连接方式。连接电源后，蓝牙指示灯开始闪烁。在电脑设置的蓝牙选项中，找到设备并添加。蓝牙指示灯停止闪烁，即表示连接完成。将 USB 接口分别插入设备及电脑，即可完成连接。USB 即插即用，无需安装任何驱动。本产品拥有多端口设计，最多支持4台设备同时串联使用。使用 USB 线与位于设备底座的任意接口连接，看到指示灯常亮、氛围灯亮起，即说明连接完成。